Bye.
献瓜送给大家。好，那么继续呢，我想安排一首华语歌曲，也是一首比较轻松的一首华语歌曲，送给大家一首《此情永不留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是的，那么这一位呢，也是呢，在我们的歌台界呢，大家对他熟悉度非常。